嫂，你厨艺大进、哦，红烧鲍鱼十足大酒楼水准，呢碟鲍鱼做冷盘，好味又唔硬、哦。奶奶，其实系厨神鲍鱼正咋。厨神鲍鱼？系啊，我同乡喺大酒楼做大厨，佢话厨神鲍鱼有红烧同清汤两种，可以用红烧汁炆海参、冬菇，另外清汤鲍鱼可以做冷盘、清炒或者炆鸡。哦，原来系咁，你用厨神鲍鱼请客，掂晒啦。厨神鲍鱼总代理东鸿贸易公司，电话718-255-1068。卡！人跟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是120公分。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会努力去缩短这个距离。不，这爱情像条河啊，不管你是失恋、苦恋、单恋、虐恋，只要你是困在这个爱情长河之中，金牌摆渡人都有办法帮你找回自我，重新开始生活。一个朋友事业没了，老婆跑了，生活也毁了，这种人应该怎么摆渡啊？没那么简单。你不摆渡他，我就超度你。那我该怎么做？记住，感同身受。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虽然他现在是坏的，不过我一定会把他修好。你做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喜欢他。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送死，不断重生的游戏。爱的深，没有错。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这个世界不能接受毛毛的天，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妈，真的来了。Hello， 大家好，嚟到呢個星期嘅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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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咁啊，繼續有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啊，小師姐 Rachel 嚇。小師妹啊，同埋師姐啦，你直情係。係啦，咁啊，上個禮拜開始啦，即係嚴格嚟講係由呢個2017年開始咧，我哋就呢、這個月我哋就會個環節有少少唔同，開始去講一啲新嘅戲，係即係嚟緊今年會上嘅戲。會期待嘅。係啦，我哋各自咧上兩個禮拜都有啊兩套我同Rachel 咧各自去期待嘅電影啦。咁我哋之前講咗有呢個馬林斯高西斯嘅 Silence 啦，同埋呢一個嘅張藝謀嘅長城。冇錯啦，咁啊兩套都係美國同亞洲合拍嘅電影嚇。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就講另一套中國，主要是香港地區和個中國大陸合拍的一套電影、都是合拍片。咁啱咧，好合拍的一個位咧，就係話當中有一部分的人士咧，係我同 Rachel 都非常之喜歡嘅。喜歡嘅嚇、但得出嚟個結果咧，即原來一加一係未必等於二嘅、最主要嗰個人物當然係呢、老王啊，係啦。老王王家衛咧就做監製嘅，咁啊眾所同編劇係啦，咁啊眾所周知咧，咁啊我同阿 Rachel 兩個都好中意王家衛嘅嘢啦嚇，咁啊誒電影應該都要搭幾套王家衛嘅啦，係咯，你點都要即係或者你要去做戲嘅話，我覺得今時今日亞裔演員點都要。即係擺翻一兩個啊，王家衛專用嘅 pose 或者對白咁練翻幾句㗎啦。
咁嗱，咁喺正式開始講今日呢套嘅電影啦，我諗都其實去到呢個位置都唔使講噶啦，大家都知道我哋今日係講《擺渡人》嘅。有幾好有新作品啦、啊、！See you tomorrow 咁樣樣，咁啊呢個 See you tomorrow 呢套電影講之前咧，即係都想輕輕拉一拉提一提咁樣樣。王家衞做監，即係佢做導演，我哋就可能都睇唔少啦。又或者大家割過唔少燈嘅啦。咁但係做監製嘅咧，就一時間考起我啦，因為我對王家衞，我諗喺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最早有印象的認識呢、就是來自他一套80年代的電影，他當年是他也是憑這個電影拿他第一個的電影上面的獎項的、就是《最後勝利》、最後勝利我其實在很多不同媒體上面我都講過一件事，就是說王家衞這套電影呢，他掛名，他當年他是拿了這個香港電影金像獎當屆的最佳編劇的，其實是、但是呢最有趣的地方，這套電影執導的是譚家明。譚家明先生呢，某程度上我經常覺得譚家明是王家衞的師傅的、因為、他很多我看過早期譚家明的導演呢，其實你看回呢，原來王家衞有很多 譚家明的影子在裡面、即當然咁啱，大家都係用阿叔嘅，用阿叔平叔嘅或者係佢嘅啟蒙老師啦。冇錯啦，咁而咁啱呢套電影咧，就係可以話係譚家明係領銜執導，王家衞做編劇，但係實際上其實大半部咧，即係據我所知，甚至乎有啲文獻記載過咧，係其實係王家衞做拍嘅，做導演多嘅呢套戲。即係所以嚴格嚟講，可以話《最後勝利》係王家衞第一套做導演的電影來的、即是揸即是未擔正的名字，但實際上實權上面 是作為一個導演的角色。但這個也是我第一個對王家衞的印象，還有哦這個劇本佬來的，即是個感覺就是這樣了、王家衞是寫過不少劇本的、即是到再後來再去即是慢慢 去看回 去 追查回王家衞他的即是他過往做過什麼時候，即是原來他跟他另一個好拍檔劉鎮偉是合作無間的、他當年大家一起、是老祖是嗎？是真是陪定你的老祖啊是啊，當年他兩個呢就一起寫過很多不少劇本、現在陪定老祖呢，當時呢他是有個筆名的，紀安，沒錯，紀安。咁而他兩個咁老友的情況之下呢，其實他兩個呢是有即各自是有個花，有不同的花名的，即阿培提老祖就是畫肥仔，咁高佬就是王家衞嚟嘅。咁、當肥仔就做了紀安的時候，其實王家衞是實際上有個卡通人物是做筆名，但是是沒有實際上拿過出來的。卡通人物都是估下先，高佬卡通都是那期，其實跟高佬無關，但是你想想紀安的相反。大雄不是，是金麥基、金麥差不多，其實應該是像阿福多一點的，但可能有外於好像被人欺負的樣子、就反而他又叫金麥基的，那時候王家衞、那說了這麼多這些東西，編劇的王家衞我可能我哋都睇過唔少啦，即係或者睇過我哋都唔知嘅。但係呢個王家衞做監製嘅電影咧，就真係感覺上好似係寥寥可數，即係我唔計佢自己拍嘅。接觸王家衞監製嘅電影咧，就係《初前戀後的二人世界》。其實咧，呢套咧係我哋實際上第一套要講嘅電影，但係而家集到而家未講，係我因為我之前我未翻睇，我睇過，但我印象唔深，我要再翻睇下。好快我哋會講翻嘅。郭民輝導演嘅一套比較實驗性，算係香港實驗性而且有廣為人知嘅電影啦，因為。其實好多香港好多 experimental 嘅電影，但係都擺咗落去獨立到上面電影裏面，係冇人會知，冇人會去睇，冇人會去理。唔係啊，有一套如果大家不怕爆嘅話咧，我建議大家睇下，係啊，近年嚟大家被譽為爛片之王嘅《黃精土》咧嘅兩部出名嘅獨立電影，就係叫做《我愛水龍頭》。我愛水龍頭。同埋《血債血償》係。溝到你唔信嘅，都算係 experimental 嘅電影。好爆喎！就係講俾大家聽啊！如果你膽細啲或者比較接受唔到啲花哨少少嘅嘢，都唔好睇啦嚇。係真係好震撼！我聽完個故事大綱，哇！唔係名字已經好爆啦！我愛水龍頭啊，大佬邊個愛水龍頭啊？再真係因為好爆再發展落去，但係呢個留翻大家自己睇啦嚇。咁但係我哋自己會講嘅。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一開始其實我哋本身想做一個純溝片嘅節目，但係我哋。
哋又驚咧，一開始就係齋講溝片嚇走咗大家，太重口味啦。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嘗試啊，即係用啲唔同電影嘅角度嚟去慢慢研究，跟住慢慢有一個位一定會大膽去睇啲咁嘅嘢嘅。咁講翻啦嚇，王家衞監製嘅電影你就話有呢一個嘅初前戀後的二人世界啦，係啦，同埋佢監製自己導演嘅電影啦，呢啲唔使講啦。但係佢監製自己嘅嘢，我反而覺得冇乜意思去提啦，已經係嚇。但我反而我想一啲，即係佢監製，但係佢唔係佢自己做電影，即係做導演嘅。完全係你唔會估到同王家衞有關嘅，例如《猛鬼學堂》啊。呢套咧，我真係拗爆頭。好睇啊！係咪梅艷芳？我記得呢套係咪有？猛鬼學堂。好耐之前嘅，因為我記得《猛鬼差館》先，因為《猛鬼差館》我記得佢係張學友嗰套係咪？係啦係啦係啦。許冠英。係啦係啦。因為《猛鬼差館》，我記得係其實佢好似佢係有份做編劇嘅，其實佢係。佢其實編劇咧好多都同佢係冇咩關係嘅。大家想像唔到咧，今時今日嘅王家衞居然。彩雲曲啊，空心大笑啊。彩雲曲都 OK 啦，彩雲曲都似翻佢啲嘢啦。咩龍鳳至多星啊嗰啲咧，我要金龜婿啊，神勇雙響炮啊嗰啲。神勇雙響炮都係佢做編劇。係啊，《猛鬼差館》都係佢做編劇嘅，《猛鬼學堂》都。因為某程度上，我記得《猛鬼學堂》就係《猛鬼差館》某程度上面嘅延續嚟㗎嘛，其實。係，真係估佢唔到咯。同埋我記得。係有達華叔嘅，係真係呢個達華叔係講緊係曹達華，係啦，唔係任達華嚇。係咯，等等以當年嘅一班青春少即係一班青春年電演員咁樣樣啦嚇，或者娛樂界嘅一班演員咁樣樣。有少少咧，其實咧《猛鬼差館》咧，你要比咧 compare 咧，會係廿幾三十年前嘅嗰套叫咩？嗰陣時有一套係啊，邊個拍咧？即係講死神啊，死神傻了。死神傻了。係廿幾三十年前嘅，其實死神傻了嚟嘅，我覺得我會咁樣形容嘅嚇。但係講翻啦，即係你話佢其他嘅電影，即係有一套我想喺度賴一賴咧，《惡男》呢一套原來係王家衞嘅。因為《惡男》點解講呢樣嘢咧？當年係金公主院線入邊其中另一新麗城以外另一條拉永佳係阿燦。有份做老細嘅呢間電影公司係，咁當年咧其實就係王家衞可以話喺入邊即係做長期做編劇嘅一間公司嚟嘅，咁當時咧《惡男》呢套電影咧主演嘅咧就係陳芬奇，陳芬奇係邊個咧？胡鬚仔做過真人版 GTO 嘅台灣拍嘅真人版 GTO 嘅，同埋。佢係另一個廣為人知，但可能已經係大家，即係我頭先講嘅係佢喺幕前所見到嘅佢一面啦。但係其實咧，我到好後期先知，原來佢做好多電影配，包括同王家衞做好多電影配樂嘅陳芬奇就係佢啦。原來嗰陣時係啊，佢係好出名做配樂，即係《東邪西毒》啊，《重慶森林》啊嗰堆嘅配樂，即係嗰期嘅王家衞電影好多時都係入佢有份做配樂。係啊，留意翻下。咁啊，講翻啦，就係即係講咗咁多啦。話早期啲佢編劇啊、監製，但係到近年少少佢監製嘅電影咧，包括仲有啲咩咧？地下鐵啦，即係地下鐵當年呢套電影就係標榜著王家衞監製嘅一套電影。攞幾米嘅漫畫嚟去發到一個好大，但係又睇完好似又覺得冇拉楞。梁朝偉、楊千嬅。唔係楊朝偉、梁千嬅嗰個都唔係問題，但係係好似真係同個漫畫係冇乜拉楞。某程度上面，係咪？我冇睇過漫畫啦，但係電影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好小品咯，愛情小品咯，真係睇完你會唔記得嘅小品啊！唔係，佢就係圍繞住一個愛，即係兩個，其實就係一個盲，唔係，其實係十幾年前嘅《你的名字》。嗯，係啦，呢個其實我想講係十幾年前由香港或者大中華地區拍出嚟嘅《你的名字》嚇，調轉咗身份，冇錯嚇，即係兩個大家這麼遠那麼近嘅故事就係講緊一個嚇，咁啊仲有即係主要啦，唔係佢監，即係唔係佢導演嘅，咁啊仲有呢一個天下無雙，係咯。但天下無雙咧，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呢一個東成西就嘅延續嚟嘅，因為又係劉鎮偉做導演，而王家衞去做監製咁樣樣。係拍《2046》嘅時候，因為拖得太長，所以攞啲時間攞啲演員嚟拍另一出戲噶嘛，又係。即係嗱，係啦。嗰啲 byproduct 嚟噶嘛。Exactly， 就係東成西就係當年拍《東邪西毒》唱得就入，又唔知拍乜嘢嘢，但係又要交期嘅時候。咁就夾
硬就喺呢個時候咁樣擠出嚟一嚿嘢。人生就係咁樣啦。即係佢同劉振偉兩個走翻埋一齊，就係有咁嘅有咁嘅化學作品出嚟啦嚇。咁係啦，但係呢一套咧，今時今日我哋講呢套咧，《擺渡人》就真係完全唔關事啦。嗯。究竟點唔關事法咧？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黃真真導演，是美東視電台的開幕，咁啊 ，very very honoured to be here， 咁啊，祝你哋啊開台快樂啦，咁祝你哋生意興隆啦，同埋咧祝你哋繼續充滿創意，做多啲好節目俾大家睇。竹面馆由皇后区开到布洛伦啦！哇、wow, ！我哋呢班住喺 New Jersey、Staten Island 同埋布洛伦，中意港式云吞面嘅朋友有口福啦！竹面馆嘅明火靓白粥、正统港式煲仔饭、驰名牛腩王，仲有正宗上海小笼汤包，通通都系港人挚爱。竹面馆，竹面馆，好食到冇网管！竹面馆有三间：法拉盛 Casino Boulevard 59-08 号，电话718-539-8882，明街40-21号，电话718-358-8855，布洛伦五大道86街86-19号，电话718-238-3303。摆渡人就是坐一艘船，从这河岸的一边把人扔到另外一边吧。原本是水里面摆渡船的一个人。简单一点讲，就是送你上岸的那个人。去北京五次。陈默，我要你摆渡。摆渡被理解为帮助人去解决问题，不管你是事业或是失恋。就所有失意的人呢，我们都称之为落水者。听不出来，这是心碎的事。当你结束了自己这一段的生活之后，你需要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失恋的人都会经过四个阶段。我来了，我累了，我好了，我走了。摆渡人的工作就是要尽量帮助这些落水者缩短这个过程，让他度过这一个难关。摆渡人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什么目的，现在谈的不是钱，是感情，没有任何的邪念。我觉得是彼此感动过，但是他最悲伤的是他很容易被对方忘掉。他应该是可以有很多感受的，他就是要让大家笑，但是对方让大家感动。在平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在那种时候，你都会很希望有一个摆渡人在你面前出现，给你一些正面的能量，让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在每个人的人生，很有可能既做过摆渡人，也被人摆渡过，所以这就是《摆渡人》这部电影为什么会去拍的原因。所有的遗憾你都会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找到答案，所有的幸福你都会在电影里面找到它的影子，所有痛苦的摆渡人都会带你上岸。好了，又回来这一节的咳咳咳，那么继续有小师姐 Rachel 和我二打六心在这里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呢，我们上一节就讲这部电影之前就讲了很多有关这部电影的监制，因为呢这部电影呢是似乎是监制是緊要過其他嘢嘅，有少少感覺係啊。好似佢個名打出嚟，你會去睇咁樣係嘛？即係攞佢個名嚟做 promote。我偏見少少啦，我係真係一個偏見嚟嘅啫嚇。又或者可能根本都唔關佢事。啊，係咯，如果唔係因為王家衞呢三隻字，我基本上就縱然係梁朝偉、金城武。有周瑜同諸葛亮喺度嘅情況之下咧，我都應該係提都唔會提嘅，係嚇。但係因為王家衞呢三隻字咧，我都真係不其然要睇一睇，要望望啦。
確。除了王家衞的名字之外呢，也都很大堆頭的主演方面，有偉仔啦，有金城武啦，就是諸葛亮和周瑜咯， Eason 啦， Eason 都有添，是不是林 Eason 是吧？不是林 Eason， 真 Eason， 真 Eason， 陳博士、陳奕迅、有 Angel 啦、Baby 啦，同埋你最喜愛的張蓉蓉啦。是啦是啦是啦，係啦，咁啊，其實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系列嘅演員啦，咁啊仲有啊呢位係咪真係讀過含字啦？陸琴呢位嘅中國內地嘅一位新晉演員啦，咁同埋有大家熟悉嘅洪黛林啦，有杜鵑啦嚇，同埋阿超女李宇春啦嚇，咁啊仲有估唔到嘅。是有李燦森的，是攞命的地方呢，李燦森呢在這套戲裡面所主演的角色呢都是叫山雞哥但是李燦森真的做過山雞嘛哇真是不經歷是的在一個這樣的陣容的情況之下去拍到王家衞我是有一點覺得不解的地方我想講一下製片商方面，因為製片商方面其實幾得意嘅。呢一套係合拍片啦，製片商方面亦都係合拍嘅。係澤東同埋咩？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係啦。咁所以原來阿馬生都有少少關係嘅，同呢套電影係啊。咁但係咧有值得提一提一樣嘢啦。呢套電影我最初睇嘅 trailer 嘅時候咧，我好自然我即刻諗翻另一套戲，就係你頭先提過《初前戀合》。係。初前戀合同埋另一套戲就係、是你之前提過嘅，哎呀，我之前提過，死啦嗰套戲，港產片嚟嘅，係好多好多套細故仔加埋一齊嘅咧，破事兒，哦破事兒，係係係，唔知點解我真係諗起破事兒喎。都有少少，佢嗰個感覺係好似，因為你大堆頭啦，好多人啦，亦都好似啲故事係唔關係啊，唔關聯咁樣噶。冇拉楞咁樣嚇，幾廿隻艇仔咁樣喺個避風塘度咁嘅感覺嚇嚇。咁但係咧攝影嗰方面咧，原來係有爆得氣。呢位攞過我冇記錯，好似奧斯卡最佳攝影佢攞過嘅。咁就係憑住《卧虎藏龍》啦，阿爆得氣先生。咁佢係演員阿爆方叔個仔嚟嘅，就係嚇。咁而另一方面咧，攝影有爆得氣，同埋呢一位中國大陸嘅攝影有曹煜啦，咁同時間嗰種咁凌厲嘅剪接技巧咧，估唔到原來有久違了嘅胡大為先生嚇。胡大為我就聽過佢以前有個朵叫金教剪嘅嚇，即係除咗笑聲救地球之外咧，係同一個人嚟嘅 ，exactly 係。除了有即係我聽過很多年前有金教剪這個綽號，而我亦都記得他好像是做過電影配樂，英雄本色，我們曾經講過英雄本色就是他做剪接的所以你看到其實人腳那方面是真的人強馬壯但是呢我又去到一個位置有少少掙扎，好像真的有點九唔搭八喎。喂，我哋一路講演員啊，咩製片、監製、編劇嗰啲，我哋漏咗講導演喎。哦，係啦。導演方面有呢個張家佳，係一個中國內地嘅新晉導演，亦都係一個小說嘅作家。係。而呢一個故事咧，亦都係張家佳嘅原創小說《從你的世界路過》而改編的即係就係用佢自己寫翻嘅小說，會唔會有少少似好似係九把刀拍翻自己小說咁樣樣咧？都似嘅，不過九把刀係寫即係做翻自己編劇啦。但係呢、這個擺渡人咧，就由王家衞重新再去 repackage 過，再 trim 過嘅一個擺渡人嘅故事。係啦。咁至於呢條電影咧，即係點解會睇落去怪咧？即係明明嗰個影像攝影樣嘢都好似好靚。但是呢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我一時間形容不到是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壞氣氛，是不是你對這個合拍片有一個拒絕的偏見傲慢與偏見，你傲慢就是偏見咯我這樣說王家衞剛才說的東西是有王家衞電影大家會留意或者大家會欣賞 的一些配料在這裡，我這樣說
但係唔知點解由一睇個 trailer 開始就有少九唔搭八。但係咧，我當我某程度上我睇咗咧，有關張嘉佳佢張嘉佳佢自己啦，導演啊，兼且呢個原創嘅個小説呢位人物啦，佢所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嗰個主旨係咩咧？我突然間有少少叮一聲咁樣著一著嗰個燈泡啦，就係點解咧？佢話原來想用周星馳嘅方式去拍一套王家衞嘅電影。但係咧，我諗出嚟嘅嘢就完全另一個方，因為現成係做過一次嘅啦，已經係《西遊記》。冇錯啦，就係、是、其實《西遊記》廿幾年前已經做過啦呢樣嘢嚇，就係、是用周星馳嘅方式去做王家衞嘅嘢嚇。所以劉鎮偉執導。冇錯啦。咁其實又咁講啦，劉鎮偉嘅嘢同王家衞嘅嘢，佢兩個兩兄弟即係都差唔多，佢哋自己嘅嘢嚟。其實我哋好多時睇，就算王家衞嘅嘢，其實實際上骨子里係有好多劉鎮偉。只不過佢係正經版咁解。唔係，嚴格嚟講，基本上都係一樣嗰啲嘢嚟㗎。問題係正經版係點樣表達出嚟嗰下？即係王家衞睇嗰啲嘢，你好多時有 feel 又要有啲 VO 啊咁。係啊，其實好多都係劉鎮偉嘅嘢嚟嘅。亦都應該調翻轉頭咁樣講。劉鎮偉其實參與王家衞好多個創作，不過係佢冇可能因為種種嘅原因，佢冇登到冇出到個名嘅啫，只不過係。咁所以啦，我個感覺咧有少覺得都有少新鮮感嘅。咁但係咧又有一個位個問題又出現翻啦，就係我成日都覺得合拍片咧真係唔係拍俾香港人睇嘅。因為咧當中好多嘢咧。我見到即係頭先講啊，有嘅配料有齊曬啦，但係好似真係冇乜新鮮感，同埋或者係冇共鳴咯，好有新樽舊酒嗰種咁嘅感覺。又或者可能呢啲笑料，我哋唔知十年前、廿年前已經睇過，笑到爛咗嘅嘢嚟㗎啦。其實好多都係咁。同埋你啱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咩攞周星馳嘅方法拍一個王家衞嘅即係感覺嘅電影啦，難兄難弟係咪諗起？唔係，我睇個 trailer 咧，東邪西毒嗰啲咧，我覺得最勉即係最勉強，即係令我覺得哇好牽強啊！成我有嗰陣時覺得佢好似夾一支我笑喎，呢個 trailer 我睇落去。因為我覺得梁朝偉同金城武唔好笑啊，佢兩個唔好笑啊，但係周星馳嘅月光寶盒啊、西遊記、大話西遊係好笑啊嘛，係因為演員好笑啊嘛。唔係佢用嗰堆角色夠騎呢。係啊，因為即係周星馳其實萬達啊，有周星馳啊，有仲有邊個？一大堆啦，總言之，個個都係嗰個真係講真，我成日都覺得周星馳嘅電即係成電影成功咧，好大嘅原因係。真係因為佢身邊嗰堆江南七怪啊嘛，即係阿醬爆啊，阿邊個啊，仲有阿大師兄嗰啲咁樣樣咧嚇。但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出佢嗰個笑位牽強嘅就係、是、哇兩個靚仔唔好笑啊！唔係做唔係有咁講嗱，金城武做笑片，我冇印象，反而真係佢做過一出同嗰、那個咩色小龍啊。是台灣的我忘記了那個名字，很明顯是不好笑的，我們演得不辛苦，都是喜劇片來的，但是你說梁朝偉笑片我真的看過不少，即係咖喱辣椒啊、阿飛與阿基啊、超時空要愛嗰啲，即係超時空要愛其實就係另一個咧，係好另類梁朝偉啲，即係被譽為即係其中一個溝片嘅首選嚟噶嘛，超時空要愛。絕對係溝片。但係笑咁啊，梁朝偉做笑，跟住然後梁朝偉扮三角人物，即係佢其實喺即係赤壁之前已經係做過三角人物噶啦嘛。咁即係你跟住再睇梁朝偉同金城武嘅拍檔。重慶森林嘅兩個係同一個電影，但係冇真係一齊出過鏡嘅。跟住落到雙城到赤壁，你冇一套笑得出嘅。你突然間你叫佢兩個咁樣走出嚟再笑，跟住然後再叫梁朝偉，即係俾我感覺。即係唔好話佢哋做嗰啲角色啦，即係佢本身係冇嗰個。唔係冇 connection 啊。係笑嗰個個元素個化學作用喺度，即係梁朝偉可以笑嘅。佢哋唔夠騎呢啊！係咯，即係超時空要愛，你會有梁朝偉拍住劉以達啊嘛！冇錯，就係呢樣嘢。即係你嗱一堆全部都係靚仔靚女，同埋係唔知點解會揾呢班靚仔靚女。我唔係話佢哋唔靚仔唔靚女，但係係唔知點解要嗱呢一堆靚仔靚女出嚟去拍個咁華麗嘅嘢嚟去做周星馳嘅嘢，呢個先係最不解嘅地方。咁但係咁講，
我哋兩個都仲未睇過套戲，因為佢都仲未正式發行。如果我哋睇過嘅話，咁啊，除非真係我哋同阿黃家衞好 friend 啦，我哋都想。咁但係未到嘅情況之下，睇咗就呃你擺得明我哋喺度玩啦嚇。咁所以咧，以我哋暫時睇表面嘅少少片面之影像啦嚇，我哋就會得出咁嘅歸論。但係一到呢套片咧真真正上咗嘅時候咧，我哋都所攞出嚟真係逐件逐件逐忽逐忽切落嚟同大家去慢慢解剖嘅嚇。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拭目以待，我哋而家呢一下我係處於葛凳嘅階段嘅呢套戲嚇。我係處於葛凳與又唔想俾 like 喎，我俾 like 我都係俾金城武嘅啫喎。你係以俾呢個人 angry face 同埋唔落金文中間，無奈或者無奈，點解要揾佢做啊？冇啦咁咯。我係無奈與葛凳之間嘅啦，我已經係，但係即係呢個係憑 trailer 睇完之後得出嚟個反應嘅。咁啊，都反而去到呢個位咧。我有少少想睇下咧，即係有一位網上名人阿史兄咧，即係佢近年嚟或者係阿麥當雄嗰啲咧，都會久唔久就會特登去睇一套戲攞嚟鬧噶嘛。咁究竟呢套戲我哋睇完，即係我會因為想揾睇完呢套戲睇下有冇嘢攞嚟鬧咧，又或者會唔會係我低估咗？應該咁講。據我所知，有人鬧咗噶啦，因為上緊畫噶嘛，依家係。哈哈哈！咁啊，我哋所以都真係我哋有機會睇咗之後咧。就會攞翻嚟再同大家慢慢講呢套電影。好，下一集見啦。拜拜。拜拜。